几个礼拜来洗洗碗就可以。哦，结束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还没按赞的朋友动动手指帮我按赞一下，差不到差30个赞就破500了。动动手指帮我按个赞，然后我们明天晚上6:30有爆笑剪辑，大家记得准时收看。然后置顶留言有开箱的频道，如果大家喜欢，就是要看产品的开箱，可以到那个频道去收看一下啊，顺便帮我订阅一下那个新频道。感谢你们大家的收看。有点不便宜哦，正果，你说什么东西有点不便宜？信宝Hello。彩轩拜拜。楼梯灌炉，凤桂桃，庆昌三。